blessing of Mazu. It's 1063's birthday all over the world. 现在耿弦乐要入场了，请大家掌声欢迎肃静，谢谢。Let's music begin and lion dance starts.
母亲节。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晚会呢是纪念妈祖诞辰1063周年。那我们今天晚会的宗旨是世界和平，中美友好，纽约平安。现在由我们奏中美国歌，请全体侨领观众起立。Let's celebrate our Mazu's
授予妈祖会议教科文组织会议庆书会14周年的日子，更重要的是拜联合国有关部门赋予和平女神的称号，妈祖在中国人民 的心中也是世界人民和平共处的指南，为人类和平和谐和睦起到重要的作用。自1994年以来，妈祖会第二会成立以来10周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开启了加强中美及国际友好的关系，促进社会提升及经济的发展，以弘扬妈祖为高度，每年举行的秋季、春季的纪念活动，并在特别是在这次那个疫情期间，我们也捐赠了美国医院这些大陆的灾民捐赠的组织捐赠的一些势力，并且我们也组织了人员支持我们的华人参政，并且也配合总领馆及各个社团的这个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我们四川大学的，我们也捐了3万5块，并跟兄弟集团继续在努力。这特别感谢大家的在北方中的到来，谢谢大家，这是主要是感恩会啊，谢谢大家。这次是我们新年五仙同寿的这个马祖基金会和这个李山三会的新年庆典，我们这个也新一代的五仙同寿会，大家先天推举我继续连任，也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们继续工作，更上一层楼，谢谢大家。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领事邢玉林赵欣欣来到今天的现场为我们大家致辞，请大家掌声有请。Let's welcome our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s. Shane. Welcome.的周荣斌会长，还有咱们妈祖基金会、普仙同乡会、米商商会的各位会员，在场的各位侨胞们、各位侨脸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跟我的同事赵欣欣领事非常荣幸受邀来参加咱们这三个会的会庆活动。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今天上午我们刚刚举行了这个首届世界和平文化节的这个游行活动。在此呢，我们仅对这个游行活动的顺利的举行，还有咱们今晚的这个会庆活动表示诚挚的祝贺，也向大家呢传达这个总领馆还有黄斌总领事的这个真诚的祝福。那妈祖文化呢，是咱们中华文化这个推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而且呢，对于海峡两岸的这个中华同胞们都有很重要的、很独特的这个意义和价值。我觉得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可以把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向世界去传播，同时呢，也是连接海峡两岸这个同胞们的心灵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和途径。那长期以来呢，在咱们历届会长还有咱们全体会员的努力之下，妈祖基金会、普仙同乡会还有闽商商会都实实在在的为社区的这个福建的乡亲们，尤其是来自这个普仙的咱们侨胞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刚刚听这个朱会长说呀，咱们在美国在纽约的这个普仙乡亲们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呢，经过自己白手起家的这个打拼和努力呢，在世界上都非常的成功。那我觉得呢，这也体现了咱们福建人从骨子里面这种爱拼敢赢敢想敢做的这种精神品质。那我也希望呢，在这个朱会长的带领之下，在咱们新一届的这个领导班子还有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咱们这个三个会能够呢再接再厉，不忘初心，继续呢为团结服务福建的乡亲，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促进中美民间友好去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最后呢，祝今天在场的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同时呢，也祝在座的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纪念妈祖诞辰1060周年，世界和平中美友好纽约平安的晚宴中，今天我们来到一位非常神秘的女嘉宾，她为我们的纽约社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大家猜一下她是谁 ？On this very special day, on 妈祖's birthday, we have a very special guest.And apparently she just admitted she's flying in from Washington, D.C. 大家知道了，她刚刚今天从华盛顿 D.C. 赶到纽约。现在有请朱荣斌会长给孟昭文国会议员上台颁奖，谢谢。
这边不讲了，不讲了。来来来。开了。来。能不能多喝点？啊。谢谢，我叫李艳丽，我是美国时代房产全球
这个妈祖圣诞，同时我也是福州人，向各位乡亲问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却深深地爱着中国，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朝去何方，我的心永远是中国心，我的情永远是中国情。My name's China。
好多朋友会说，鹅王的原创歌曲我们没听过，也不知道你的水平如何，也不知道你的造诣如何。好，接下去我再来唱一首难度最高的、高音最高的，显示一下鹅王的实力。请唱，高原，起立。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光临。
郑金辉，郑金辉，郑金辉，你的点状。曹雪玉，曹雪玉，你的点状。柯春仙，柯春仙，你的点数。何帅娟，何帅娟。何帅娟，李青岩，李青岩，你的证书，李青岩。郭路遥，你的证书。朱乐生，郑国浅，有你的证书。陈秀平。侯赛娟，不是，这是麦克亮。没有，我跟你说了，没给他，这个是麦克亮。我知道，我给他了。朱红军，朱红军。没事，你来吧，叫他们看着吧。林岩。郑金辉。何赛娟，孙思珍，何孙仙，严仁权，何瑞瑶。王淑英，张金燕同志，陈淑英，对，这样。